啊，啥不听了是吧？走，走，走。那仨不让他入，这不让他俩不是，他又入了。老后不来。我好长时间没来了。我把我搞弄了，跟那心不急了。哦，他是等他。对。他等他。你说这给谁下棋？他是咋吧？他嘴巴。你说你，那嘴巴也不多。我那说笑，开玩笑，说个啥都那个。不分输，有时候一说他就闹了。对，是。先杀了个香多好了，啥香？这是市里，小肚是市里，个柱是市里，嗯，那柱子都几不红，这时候，好把思想先给他弄不全了，做好了去。那个挡上好，威胁着了。嗯，那我跑可就吃了，都吃了吧？这吃一僵，那都软肉了，不行不行，咋了不行？吃了都死，你吃的死，那不行都不行，没有那简单的劲。你吃了再打我，你不打人先把刀，你吃了你咋办？嗯，你没有我是你，你要我是你是，那你我直接把你那个炮吃了，他会吃了给他拱了。吃了不都供上了？这也不敢离开那个炮了，那个炮一步压十几了。那炮肯定是不吃你啊，肯定不能吃。那定眼定眼的，真的不定住了，中。叫你先，他就这，你先把炮吃了再来弄这个，这边打的那个。吃炮是打过来了，打过去了。嗯，真是。两万炮，两万炮呢？没有两万炮。现在倒不转了，不转，谁也不转谁，我再跑跑局就行了。那个都对了，那降着呢。哎，不行，降上了。把局跑了都跑了。降上了，降上了，点一降，点一降，再不要跑，这样子。是不是啊？像这样的，这个硬头可以讲，我发现吃了，嗯，吃吧吃了吃了够了，我怕吃了就错了。你这吃的把它忙吃了不妥了？咋说吃不了？那吃嘛？做局不来不能吃吗？妈走了，妈走不夸一下，不是还抽到这儿，是不是？啊，他不他不懂。那妈，你先瞧瞧。那不也不是也把就找上来了？不是他，他搁那还去？我感觉这讲了我愁，愁啊！这不是都多大了？嗯，这都有了，是，我再估吧，估一下这个，我操，下地了，吓死了！
捅他棍里。这不棍，对你棍不够好看。你棍住棍跑，棍跑一出你不是我的羊。这咋走路？站着不得。这有棍，至少这棍子是多的。至少这棍子。刚才我棍没找下棍，你棍非得夸，那没人能夸。这是棍子保鲜。